维特，我们走吧。阿泽，又要出去吗？嗯，爸爸，我要去苏菲老师家。哦，老师又给你们补习？嗯，是的。怎么了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呢。没什么，爸爸，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了，我只是有点累而已。阿泽，爸爸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你要记得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渡不过的难关，坚持下去一定会看见希望的。谢谢爸爸。早上好，阿泽。大家早。维特的情况有好转吗？是有些进展，不过什么？根据得出的数据显示，维特此时正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。冬眠状态？嗯，那是因为维特体内一个叫做钢甲圆的能量装置受到损坏。什么？这个钢甲圆不能修复吗？不能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没有新的钢甲圆，维特的冬眠状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。这么说，我们必须替维特找到新的钢甲圆。正是。但是钢甲圆在这个时代并不存在呀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呢？可以的，李杰，你的意思是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钢甲人来到地球所乘坐的太空船，它的能源装置同样是钢甲圆。这不对呀，我们见过的那两艘太空船，一艘属于萨维斯，但早已经不知去向，而另外一艘不久前才被我们引爆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钢甲圆了呀。阿泽，你忘了希尔斯的太空船吗？哦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？希尔斯的太空船在你那里吗？是的，我把它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如果希尔斯回去取钢甲圆，我们就只剩萨维斯防守这个地方，一旦发生什么事恐怕无法应对。是的，娜娜说的对，我也知道非常冒险，但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救维特的机会呀。我非常同意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迅速行动，一定要赶在莫克发动攻击之前把事情办好。好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一杰，钢甲圆就交给你办了。没问题，阿泽。希尔斯都准备好了。钢甲系统锁定。我和萨维斯会全力守住这个地方，这是肯定的。非常好，趁这个时间我要尝试编写一个程序。什么程序，阿泽？这个概念我想了很久，如果真的有效，我们将会令莫克大吃一惊的。那你肯定会需要我的帮助。太棒了。那是什么？哇！你这个坏东西！
喂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我的最新发明。数量很多啊，你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机器人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快快快快我，他就是蜈蚣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苏菲老师，我很肯定就是这个代码。不对，这个代码不能正常运行，让我试试看。哎，到底哪儿出错了呢？我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，但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你也应该学习编写程序了，这对未来会有很大帮助。未来？未来的事还是留到未来再说吧，现在我一定要攻破这一关。娜娜，这个游戏对你完全没有帮助，它缺乏思考性质，在技术上也没有真正的意义。别那么拘谨嘛，它至少能让我放松心情。莫克集团的机器人怎么在这种时候？没有比这种时候更适合发动攻击了。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塞维斯，启动战斗模式。把这东西弄好。知道了。
娜娜，我需要钢甲爆灭锤，马上来。甲系统锁定，娜娜，你找地方掩护。嗯。耶、yeah, 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嘿呀！哈！嘿！他们的速度好快呀，如果维特在的话就好了。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们，只能逐个将敌人打败。这就是钢甲员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小，一个钢甲员就足以提供一座城市所需要的能源了。他到底是什么？他是肖能阿尼曼基宇宙能量，是神州所发现的宇宙稀有矿物质之一。这个复杂的问题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我们得赶紧回去。小机器人了、啊、找到了哪一个？就是这个、哦、系统竟然留下了一个缺口，我们的程序要是能够填补上去的话，那么钢甲人就能够随时使用任何一种钢甲配件了。说的没错。耶、yeah! 我得立刻行动了。小心啊阿泽。又来了、哦、娜娜，阿泽，你怎么这么久？和苏菲老师一起编写程序啊。完成了吗？来看看效果吧。夏维斯，我会把维特的破推器发送给你，请准备。阿泽，可以这么做吧？我也不确定，试试看吧。好吧。
钢甲系统传送。钢甲系统锁定。耶，成功了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是我和苏菲老师一起编写的程序，我们将它添加到钢甲系统的代码之中，使它能够在各种钢甲配件之间产生交联。产生交联？没错，比如说萨维斯有了维特的助推器，那么它的速度就会大大提升。真的？萨维斯，快试试看。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这种速度。这样就好多了。哇，情况对我们有利了。东西还真是麻烦。苏菲老师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太好了。系统升级。维特的系统正在接收飞船钢甲员的大量能源。啊，系统里的所有数据都在攀升，速度和力量都增加了。啊！欢迎回来，维特。维特，你终于醒来了！耶，我们一起打败敌人。来吧。是时候了，维特。钢甲系统锁定。耶、啊 yeah! 维特，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谢谢你，阿泽。你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你改变了。维特，你的系统能够适应新的钢甲员吗？可以，不过太空船的钢甲员输出能量很大，所以我的系统必须升级才能配合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为所有钢甲人的系统升级吗？道理上是可以，但是这超出了钢甲人的能力范围。只有神舟可以更改钢甲人的系统程序。既然神舟是未来的人类所创造，我想我应该有办法。如果这个方法成功，那么我们即将拥有升级版的钢甲人。耶、yeah! 未来地球的未来，加油！